水，蜻蜓点水，游戏规则，哥哥轮流出场，完成在水盆上点水的动作，双脚触碰水面后落地则挑战成功，脚碰到盆底未接触水面或单脚则挑战失败，得分由技术分和表情分两部分组成，平地完成蜻蜓点水即一分，高度每增加10厘米多记一分，现场的高速摄像机对哥哥的表情进行捕捉，每位导师有两票，可以投给自己认为表情管理最好的两位哥哥，技术分和表情分相加即为最终得分，哥哥们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请了一个专家可以给我们示范，这是那个袁弘的偶像，我们请出这一位抖音达人小强，欢迎张成强。哇，我也看过，我也看过。大家好，我叫张成强，是抖音达人，昵称号叫小强会武术，7岁开始学习中国武术。好了，你接下来要给大家展现的是，展示的是一个蜻蜓点水，踩两个盆，踩两个盆，那不就是飞？因为他练过，所以是两个盆。大家待会儿呢，只用挑战一个盆的。好，小强加油！给小强鼓励好不好？好，小强加油！小强会武术，谁也挡不住，冲！加油！好厉害啊，真的会飞，你是会飞的人，真的是厉害。但是最重要的是，大家有没有注意，他并没有踩到这个盆底，他是在水面上依次轻轻点了以后过来。哇，好厉害啊，你最远可以飞多远呀？4米多。哇，袁弘要翻盘吗？袁弘袁弘，袁弘，不用说，袁弘，不用说自己做的时候，我忽然意识到自己看的时候表情管理已经失控了，对不对？这样吧，我们从那个从高到低，就是分数的从高到低开始来，好不好？哦，真超低，这个赛制，超哥，太难了。从飘开始吧，超哥，你会飘？你不是会飘吗？对啊，知道我就要先会飘，对不对 ？OK， 飘给你们看啊。姜超的腿其实非常细哎，你心居然还把心掰开给你，他刚才掰了3下，正好分成5块给5位可以投票的朋友们，另外还有半块留给自己，对不对？好，来正式的第一次挑战，来开始，直接成洗脚盆了。我看出来焦昌的套路了，不管怎么样，表情分这一分我必须得到。我好像舍弃了技术这件事情。来看表情分，出镜，我太不容易了。好样的，来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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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回来了，谢谢，我跳回来了，谢谢。接下来是海涛吧，来吧，海涛，上来吧，来吧。我是希望是就是有一点，懂，利落帅气，唰唰，好懂。刚才你刚才那个环节赢完我之后是怎么形容你这条腿的？别的不敢说，在这个台上，我腿确实是好腿，太矮了，哇，太矮了，哇，我想分数的方面给我拱得更猛烈一点，好，心里面更舒服一点，加多少？最多可以能加多少？来把这10个拿上来，4块，最多可以加4块。OK， 给我拿1块。好，好泄气。来，再次挑战机会。4。起始动作。表情，表情。哦。张。表情，表情，真的是你，
海涛哥，我觉得你可以再跳高一点。没有，海涛，真的没关系，不得分没有关系，但请不要破坏场地，好吗？你不要告诉我，你这个水平，你现在自己还在跟自己生气。我们问一下，我们问一下小强有没有秘诀？小强，你觉得海涛刚才的动作什么地方要补强？就是脚一沾到水，赶紧往外跑就行了，借助那个罐劲儿，有点往前冲的劲儿。哦，跟我想的一模一样啊。好不好，来了啊，第二次机会，海涛加油。我要辣眼睛辣眼睛。可以的，来来，没事，海涛加油加油，好腿好腿，表情走，体力都好好。来，你是这个团里面下盘最强的，真的可以的。再拿一个，再拿一个。对对，你就用刚才的动作，好不好？表情、啊。对，表情。好帅啊，帅，但是表情呢，表情肯定也棒，就是随便吧，那会儿就好厉害啊，重要了，有了这个技术分，这就算三分呢，真的三分，表情分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拿不到，气势好棒啊，海涛，哇，成功了，哇，你看你享受，哇，你看你享受，可以，这有点，这刚才最后对这个表情有点像那个飘哥刚才飘起来的，哎，要飘嘛，一定要飘，要飘，感觉要飘，好帅啊，哎，感觉要飘，可以，要飘，一定要飘。接下来登场的是何老师，何老师非常轻松的就跳过了水盆。接下来是潘老师的挑战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的表现吧。表情管理啊，潘哥。点这个真的是在水面上，就在这儿了。对，这个加满一点点水，它就成了。其实那个脚气已经碰到水面了。脚气是另外一个意思。没关系。好，我们有表情分了没有？我们看一下有没有表情分。潘老师练的是气功。失身的那一刹那。好，下面是谁？下一位是耀庆。耀庆先来。我来。好的。好，现在王耀庆一上来直接挑战三分的技术分，来。哇，看这架势就很像可以的。在观察这盆水。起劲。好，他在试跳。他成功了，一次成功，厉害啊，一把成功啊，这么厉害啊，我觉得你还可以挑战再高一块，你觉得呢？就反正这分算了，对不对？当然算了，那再可以再加一块吗？当然，再来一块，再加一块。哦，透支，值得赞赏。耀庆加油，再加一个，王耀庆的第二次挑战，现在呢已经是五分了，表情非常的注意。加油。加油！
在盆里是怎么回事？哎，这个屁股入盆也算吗？坐蜻蜓坐水，尴尬了。没有说只用脚趾点啊。我要求看一下那个高速的回放。其实我觉得那个刚刚是有擦到一点点的。你是指腿还是臀？总之我身体的某个部位其实划过了水面。啊，碰不到了。真的。但我们来看一下他表情好不好？表情分，哇，有一种很酸爽的感觉，怎么讲？哎呀，如沐春风啊，感觉。为什么耀庆哥有一种微醺的感觉呢？微醺，真的。好了，那我们恭喜耀庆拿到了3分技术分，耶！恭喜！接下来是袁弘，最后一个，就剩我一个了。对呀、啊，其他人都。因为分数从高到低来的。那我们现在最高分多少分啊？最高分是耀庆哥，原来有3分，最高就是3分，我也是3分。你要绝地反击的话，要跳4块，就是5分。那我只能跳4块，因为我们没有退路。漂亮，我没有退路。好，袁弘加油，再加一块。第一次挑战。真的有这么喜欢吗？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好厉害的，特别好，表情特别好，可以几乎是笑着摔下去的。来，注意安全啊！加油，来，最后再给袁弘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直跳，小强哥指导一下，放低一点吧，减少一块吧。好，我听师傅的。哎，心态崩塌了。我听老师的，不好意思，我再剪一块。只要放点烫水，一下就能跳起来了啊！现在袁弘选手到达起跳的这条线上，准备观察了一下，抬了脚，热了一下身，再往后退。表情管理。好，第一个用他走出了场地，这个时候开始助跑了，助跑了。跳过了火盆，跳太高了，这不是跨栏，不是100米栏，但是要两只脚同时沾到，对，才能算。要不袁弘试一下原地，你就原地跳，原地呢？要不我觉得这个太高了，要不再来放轻松，你绝对可以的，我都能做到。注意安全啊！来走，是不是太高了？哎。他好像不太会原地这样两只腿跳。打篮球打多了。因为我刚才私下问了一下小强哥，他告诉我说，助跑跳会简单一点。你可能太受到你抖音偶像的。经过一番努力，袁弘的技术分依然为0分。好，我们来看看他表情管理的如何呢？帅。很遗憾的表情。我没有白来。控的边缘。要发飙了，我觉得他的表情，他马上看向那个小强老师，说啥呀？糖糖要不要来一下？糖糖玩一下吧，好不好？来，糖糖来。糖糖，你可以的。我们可是要加几块，糖糖加几块，2块。你可是区区 wonderful 的人，所以它上面一共有4块，随时都证明它是区区 wonderful。哇，帅，吓人的，哇，来了，区区 wonderful， 你们是最棒的。
且好扎实啊！太厉害了！你是不是踩到底？而且再跳了一下就没有踩到底，他没踩到底，没踩到底。我跟你讲，他如果是参赛的话，他这个五分扎扎实实，很漂亮的。而且他不是点水，他真的是踩水，不得了啊！到底是成团呢，有实力。对，掌声给孟鹤堂！哇！